大家好，我是老刘的师弟啊，烧山小哥龚仙，这位是我的师兄啊，那个哎，农民烧山家刘馆长啊，我是老刘，我们还是必须要坚持下去啊，因为只要出了门啊，必定有收获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啊，快回家了啊，我们到家里来，我们收到了一些好的宝贝来啊，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很快了啊，很快就到家了啊。今天我们收了一天，收了一些好东西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对呀，因为怎么说还得坚持嘛，对，功夫不怕有心人嘛，啊，只要你天天去，必定有收获。但是怎么说呢，还得有分，但是因为这个节目必定要放，你放了，所以，让人家看到之后呢，所以说什么，哎，我家里有什么宝贝啊？对对对，所以啊，就，可以去联系他呀，不是很多人打我的电话嘛，就有很多打电话嘛，是的，是的，每天都很忙啊。你是不是收老后的？我说是啊。你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有时间啊？什么时候啊？收不收东西啊？我说只要里面有好东西，我每天都可以来。但是不是去卫生啊？去其他地方太远了，一个人也是是是。真的怎么说呢？还得必定有两三个人啊，因为你家里带钱带的多，你必定还有人多，要或者有两三个人去呢，毕竟还安全一点。是的，哎，嗯，这一个人像我一个人。就我到了。家里又把收到好一点的东西啊，展示给大家看啊。大家相互交流啊，学习。天气下了。大家好。我们收获回来了啊，也就是今天还是收获满满的啊，等一下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收获满满啊，大秤砣也收了两个啊。大秤砣，看看，搞的呀，一个花马大花马。没有，没有。今天好多东西也收了，哎呦，电话的东西也收了，收了三个秤砣啊！对对对，秤砣是可以，这个是花在博物馆，还是真的还是有意思的啊！因为这要是做生意的话还是不行，这个没有人喜欢的。这时候有人，花在博物馆学生家去，今天大有收获啊！这真的这个收，这钱币啊，今天真的在常有说要收到的啊，淘来的。你咋整的呢？大家好，这是今天我们收入的啊。哎，今天是大有收获啊，是粉丝们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很能探讨啊。今天呢，这个是一圈啊正宗的欧记翡翠绸具，但是多少这个价格也来的怎么说呢？也是啊，不说那么贵啊，多少这个。这就是捡到了一个大乐啊，因为他呢多少也不生事，因为他呢大家身外，多少是这个是也是朋友啊，粉丝们也救我们去的啊，因为很多人看不起这个东西。对呀，爷爷这个东西呢，就也跌不到。但是我们怎么觉得都是这个我也是一个说的搞了，其实那是经验不是丰富的，但是这个我们还是知道的啊。因为它的那个真正 A 货 B 货的话呢，
是肯定是有权利的，但是这个事儿以免灰头可门的侵入清代时期的一切啊，恩赐毁弃毁弃文字啊，恩赐毁弃文字，也是108幅的啊。但是这个我的价格也来的不便宜，来了好几万啊，好几万来了，差不多5万块钱啊，48000来的。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一片新的，一片那个逼货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谁都搞错了，谁都这个也说是缘分啊，又有缘分才能得得到的啊。幸好也是跟我师弟一起去的，也是我们有缘分才能得到这个宝贝啊。这个是确确实实这个耳机火车，这个是一野户啊，哎、那个所谓的一野户的是什么呢？它确实啊，我们平时收藏的时候。经常能看得到一些东西啊，老户的话一眼看上去他就能知道啊，这给我们带来一个信息，这就是老的，就是好的东西啊。这种啊有4个大的啊，全部都是小的啊，别的都是小的。这个当时应该是撒路了，然后的话再串起来的啊，这上面都是这个牙啊，都是老的，都是老的啊，这个都使用痕迹非常明显的啊，这个谁都看得到 的哎。而且我们也打过这个指环针了啊，东西是没问题。解了一个的大漏啊，解了大漏，这个是灰头可门的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那个收获还是挺不错啊，真的会收获非常大。那个这个钱就是灰头拿来的，钱不是老的啊。后来也不敢，也100公斤面拖的，也许也够的，不敢100%还是不敢说，但是这事也是可门的啊，都是一些可门的。烧到一些这个邪分的，当时邪分的啊，对对对，大概有10几个，我们看到有10几个银子呢，银子都解到了，哎，对对，也是解到了啊。然后顺治啊，康熙啊，都有啊，这个康熙啊，康熙都是一些，主要是银子的多，对对，这个银子呢，其实价格比较好，对对对对，这个都呢，这个都是老的了，对对对，啊，包括顺治啊，这个运账呢，这个都是运账啊，顺治啊，毕竟是，这个价格还是买的不会说好的啊，嗯，是的。这也来了多少来了7万块钱啊，整个这里这个东西到底花钱，这也花是因为敢花钱敢去买才能得得到，不如建筑师啊跟房东说买到就是砸到，如果你不敢花钱，所以呢也是买不到的。那多少这个我们怎么呢？因为也现在市场环境不好嘛，因为疫情受到很大的影响了，所以对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了，因为他也急需要需要钱，所以呢我们是抓住趁住这个机会，大家赶快回家看一看，家里面有没有这种钱币啊？有这个冥钱啊，像这种老物件啊，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，我们大量收购啊，包括这些比民俗的我们也收啊，民俗的也收，我们附近的话都是上门去收的啊。对，这个认为因为是假如就是卖给人家，或者也是都是把这些老物件来传承下去，所以呢，对，大家共同努力，只要大家有可以都。保留下来可以跟我们联系啊，跟我师弟一起联系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啊，来跟你们说明，收割，价格也挺实惠啊，价格也是合理的啊，价格非常合理啊，市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价格啊，我们去收购。好的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感谢大家关注啊，再见，拜拜。